咁我好高兴喺度咧，可以代表大学喺现场实地去欢迎大家今日嘅出席，一齐见证呢一个重要嘅时刻。今年系第七届，喺呢度咧感谢恒生大学传播学院一路嗰个坚持，都恭喜今天咧系攞到奖项嘅朋友。传播学院举办的商业新闻奖呢，今日已经来到第七届。我们非常感谢社会各界鼎力的支持。我在这里再次恭贺在座所有的得奖者，希望各位继续在行业发光发热。有这个奖可以对他们有个鼓励，还有一个很积极的作用，就是希望新入行的记者都要努力。商業新聞獎是非常有意義，今天那個得獎的都實至名歸，很多個都做得非常好。在恒大讀完商業新聞之後出到去，可能你 follow up 即一些商業新聞，一開始學會比較容易一些。商業新聞一個專門的獎項，其實對於我們做財經記者來講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鼓勵。我們傳播學院自己的校友拿獎，那一刻我感覺是很感動。我覺得這個獎最有意義的地方呢，是令到一班平時默默耕耘的一些記者啦、一些編輯啦，他們所採訪的報導呢，是受到社會的重視和認同。